回家。紫月，紫月公主与小马们遇上了全新挑战。我们回到过去，然后第一次被捉耶稣彩虹的那个时候吗？怎么回事？没有耶稣彩虹，你跟你的那些朋友就不会因为可爱标志聚在一起。我不想住在那个我们看到的可怕未来。周一至周五早上9:30，全新彩虹小马，悠悠 TV 全台独家首播。